PK， 就是垒球、九宫格还有棒球，三个回合，然后来看看谁在每个回合当中得分比较多。我是你的教练梁哲瑞，今天这一集特别了，有没有看我们身后这边？不知道是什么工地区？没有，你看一下里面。这边是打击场，我们等一下呢要来重温一下。哎，我好歹以前小时候也打过少棒，大概国小的时候，好歹我也看过棒球啊，我还知道球长怎么样。真的不是要来蹭，我们今天就是纯粹一个很久没有打棒球，然后稍微来转换一下项目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，我们来 PK， 就是垒球、九宫格还有棒球三个回合，然后来看看谁在每个回合当中的得分比较多。我们今天有设定。频道的传统惩罚项目非常的精彩，经典的好吃的厉害了，又回来了。那你对棒球有经验吗？我以前都打篮球，我很少碰棒球，甚至连打几场都没有来过超过三次吧。所以对，那你之前不是有说就是球是圆的，你就是样样精通吗？你篮球那个都是接到球然后不运球会直接那个，你示范一次。对，这也太小了。你刚不是你之前都是这样接到球的时候你不运，你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我想是空手跑位跳投大师。好了，等下就看你表演了。那个球虽然都是圆的，但这球小很多。等下我们就来第一关打垒球，垒球比较慢，它是慢垒，是那种抛物线的。对，我们等下的规则就是看谁只要打出去，不是擦棒球都算得分，看谁的分数比较高就获胜。嗯 ，OK， Go Go。OK， 好久没有戴这个棒球头盔了，安全性还是要做。等下第一回合是打垒球，30颗，我应该目标至少要打到15颗以上吧，才是对得起我这个少棒的精力。准备开始。Good eve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, and welcome to tonight's game. 30颗，一分喽。Home run. 马上落赛。怎么比啊？8颗，可以直接变对决篮球吗？都每颗都打得到。12，最近打得有点烂，完蛋了，都开始插棒，这一直内野滚地球，没力了哈。对啊，12，疲劳感了吗？麻掉。17啊，我现在目标是往上带一点，让它高飞一点。开始打跑，完了，不用比了。30-30，我觉得垒球对我的考验，虽然很久没打，但扫棒那个感觉还有点存在。可是我的就是最弱的就是打击，所以等下棒球我是觉得有点。没有什么信心啊，因为棒球球很小颗，刚垒球球很大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冯女士的表现。第一关我已经帮她准备好特制的，就是惩罚料理了。只要她一颗球没打到，我们直接游戏结束。哎呦，好像很专业哦。哎，不对，吸不到气。所以我只要一没打到，我就死了。对啊，是死的。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是哦，哎，有碰到有碰到，让你算，哦，哎呦，哎，Game Over， 我打完，初体验啊，这样是打到几颗？总计是3颗挥棒落空。手指头有点抽筋呢，刚 Q 在一起。我们就进惩罚了。完蛋了，这好了，我要吃了。我还没有把那个慕斯刮掉。洁牙饼干。你现在吃洁牙骨哎。哎，你讲话好香哦！你再讲话一下，有点入，特别香。欢迎牙膏厂商植入，特别香。第二回合，我们去投棒球九宫格。
第二站投球，刚刚打击你说你看不太准，然后失误三颗，我觉得也算是其实不错了，因为你第一次打，我比想象中好像打得到，哎、欸，还 OK。那等一下第二关，就你现在讲话都还很凉的味道。第二关我们要来挑战身后的九宫格，那棒球九宫格呢，我们要比的是球数，还有看谁打到的那个分数比较多。嗯，我们最后会有那个成绩单，这一关也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惩罚。好，刚刚是我先攻，要不要换你先攻？好啊，我先啊。好了，你先开始。OK， Go Go， 丢、哦，来哦。啊，暴赛，球直接砸地板是怎样？丢不到。你剩十一球了。哦，哎，你是弹地球打到哎、欸，你的时速，你的球速12公里、欸，超低。然后往你看的方向投 ，Yes。Yes， 我是不是要转行当棒球教练 ？Yes， 哦，连线了，连线了，七八九一条线，没了。你的分数90分，时速59，好烂呢，好烂。等一下，我用左手让你，我直接这一局看你这个分数，我用左手丢一次让你。好讨厌哦。国小啊，就是担任三垒手跟投手，两个都有担任过。时速67，已经输了。再来是7号，绕赛。哦。啊！难怪叫跑步。啊！你90分。吗？我想很渴哎，我想喝一下了，没办法。各位观众，9投4中，60分。各位观众，9投5中，90分。来，进惩罚啦！哎呀，经典的，我自己都自，我还自备杯子。什么叫做超经典？不是，我今天本来想说，可能我会吃到牙膏 Oreo， 结果我竟然是喝到苦茶。不会被换，哎、欸，介绍一下，哪里买的？士林夜市最老牌，那个最老牌的。体育用品店对面，厉害哦！哦，那间哦，那间的很苦哎，你干嘛买那间？而且我刚刚说，老板我要一罐苦茶，他说啊，年轻人喝那么大一罐苦茶，真的吗？哦，很浓吗？超浓！哎，真没有在骗哎，好苦哦！我好久没喝苦茶，我上次是不是在骑车的时候喝，是直接喷掉？这个要一次喝完，应该是蛮爽的。哦，这个我没有在演哎，超苦哎，我以为是像青草，像青草山，像像，我没有惩罚我自己，很苦的。喝完，哦，而且它是会一直回，一直回苦哎，不是回甘，是回苦，一直回苦。然后现在苦是我刚捏的鼻子啊，那个味觉还在，那个苦感还一直在，它会一直在水里回荡的那种。哦，好想吐哦。好，第三回合啦，最后一合，好，打棒球，回归正题，逆转，逆转。放苦茶，我直接请好了啦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实力都来了，但是第三回合我们是直接挑战棒球。那棒球刚才看到我离你的这个实力有一点点差距，所以我们做一个调整。我现在在这个球道是时速110啊，我比较低嘛。等一下你打90，好不好？还是很快啊。哎、欸，我时速快你20哎、欸，这已经没有在一样水平，算是我已经让你可以百发百中。这个有点不行，我刚刚练习的时候挥棒落空好几颗。最后一回合的惩罚最可怕，直接把刚那两个搭配起来，转一转，舔一舔，泡一泡，泡一泡苦茶。开打，我先110公里。哇靠，超快，看不到球啊，打不到哎，完蛋了，该不会我要惩罚吧？看我刚刚脚有点拉到，然后开始在砍拖了。My God！哎呀，这。
影片，那种吓到人的那种影片。七啊，六颗，我可以一颗就偷笑了。球到九十的地方，轮到你了。上次的记忆，高中的时候来打，差不多就打到一颗而已，然后手痛的要死。看你表现了啦，完蛋完蛋，神圣一枚。剩七颗球了，六颗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哎呀，九颗，没了，他来吃特强了，赞赞了，时速差太多了，我人生第一次靠实力干掉他，哎。不公平，好感动哦，哦，烦呢，感动。那個、他不会打造化，苦茶那么难喝，难怪你在跑，在教跑步啊。难怪我后来没有办法继续打棒球，因为就这个原因啊。老板，刚那个茶好像蛮好喝的，要续杯是不是，不然帮我续个半杯好了。是，你今天是综合的惩罚，可以四分之一杯的吗？不是，我们原本想象的脚本不是长这样。我原本以为，你以为你会很轻松全过，对不对？我以为会过关，没想到我竟然败在球速110的球道，打不到球，好爽！我不承认这件事情。我没有想到我打击可以打到超多。你刚有挤自己那么多吗？我平图啊，有啊，我刚刚有挤那么多了。哎，已经包过去了，差不多这样而已啊，还好啦。你刚刚很多哎，你给它抹进去之后就看不到了。哎，你手没有用，手没有洗，你这边这样用。好了，转一转，再泡一泡苦茶。舔一舔。这可以播吗？泡一泡。不要在那边装泡啊。还要滴水啊，你看。但是让苦茶变好喝，比较甜。这样我们最终那个比赛成绩三战，我两败两胜。但没关系，有时候运气问题，所以不要说我们蹭棒球。虽然我这个少棒的称号是还可以拿出来骗吃骗吃啊。虽然以前去比赛啊，你知道我们一场比赛就是打六战，然后我们球队就是六战全败，没有赢过半场啊，因为我们是社团嘛，人家是球队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打一个喜欢。接下来我们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棒球系列，也可以在下面多留言。有机会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去挑战一些其他 YouTuber， 或是真的去看比赛也不错。对啊，对啊，用不同的方式喜欢棒球，因为我觉得棒球真的是我小学以来一直一个，我觉得算是很想要挑战，可是那时候的环境不太允许，后来就开始练跑步了。好了，其实实际我打了，真的觉得还蛮好玩。是吗？你也这样觉得吗？我有觉得还蛮好玩。要打篮球是不是？你看，哎，正常篮球队是不是？没有，我一直在那边卡位。我想帮你卡我一下，你卡我一下。这才是篮球会打篮球的人，你是那种突然就是这样。然后你也不会有感觉。我是一直在外围跑来跑去的。那你好，来三分线来一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还跌倒。我是袁秀阳，对不对？我是田武峰，一手。下一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